像素足球16，苹果平台18元，安卓平台免费。每日 APP 每日有惊喜，观众老爷们大家好，今天小彪介绍的是一款简单粗暴、怀旧复古风格十足的游戏《像素足球16》。怎么都看不腻的像素风格，再配上欢快的电子音乐，进球之后人物的表情以及夸张的进球，如果你小时候玩过热血足球的话，那本作肯定能给你一种怀念的感觉。本作的比赛模式比较丰富，有锦标赛、友谊赛、点球大战等等等等，可以选择的球队也不少。而游戏的操作方式采用了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虚拟摇杆加按键的套路，虽然按键这边比较少，只有两个，不过系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自动变换为传球、铲断、射门等动作，操作的方式还是十分的简单顺畅，手感呢也算不错。看我前传后传大脚抽射，真是大力出奇迹啊。看来这游戏刚开始的难度还是比较照顾新手玩家的嘛。目前游戏安卓苹果两大移动平台都有免费发布，喜欢游戏的用户呢可以搜索下载。另外本作还支持两人同屏对战，要是你也想来一场愉快的足球比赛，那就赶快下载来战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走马行九里，扫码下游戏，每日 APP 每日有惊喜，我们下期再见。